最佳嗨歌王，接下来 PK 的是卢学瑞，请出列。高师姐好，大家。哦，大家好。还有点沙哑，对不对？还是一点。你接下来 PK 这个部分的话，怎么办？声音还是有一点七成美好。对，还是有一点，因为就后面就变成是声带发炎。哦，对啊。哇塞，病情继续恶化中，我们要来听听看声带发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。今天选哪一首嗨歌？就是一个比较沧桑版的《找自己》。哦，而且听说彩排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很严重嘛，所以那个导播说接下来是卢学瑞排《找自己》，你就喊了一句说：“我说我找不到自己，找不到我自己，找不到自己了。”我们来听听迷惘版的《找自己》，欢迎他的演唱。谢谢。别牵我们的手吗？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公益人站在太阳下。Oh yeah， 摄氏66.6度，快要喷花我的眼珠。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，找自己。One, two, 一起来，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Oh yeah， 不要跟我说我胡思乱想，不用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。Oh yeah，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自己。车像个下的雨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 Yeah，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去逃避。Oh yeah。下雨，哗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，滴入我心。Oh yeah， 不要跟我说我胡思乱想，不用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。Oh yeah，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时光里，找自己。被单里没有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1, 2, 3, go！ 哗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Oh yeah， 不用跟我说，我只会妄想，不用说，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。Oh yeah。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自己。谢谢。好，小美找自己。等等，你们这同学在后面笑什么？怎样？一直在开车啊，刚才唱歌的时候，地瓜叶吃太多了，然后喉咙痒。需要很出力唱啊。哦，要出力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油门要吹下去的感觉了。小林老师，他吹的如何？怎么这么的厉害啊？你因为你讲话都已经不能讲了，可是你唱歌的稳定度还这么好。其实那个就是你有的那些基础，其实就让你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，都还能够让你有非常好的一个稳定度。是这样。对，以前比赛的时候好像没有听他吹过油门哦。没有，所以现在是想学吹油门。对，现在就是想要走一个比较爆破路线。爆破路线。对，因为觉得像叶伟霆他们就很厉害啊，有时候唱什么大力都来的时候，就很多那个爆破音的感觉。那个怎么压？不知道，我那时候是学狗叫。老黑人弹很多。对，那时候就是狗狗不是一开始会这样子，嗯嗯，
就对，然后就哇出来这样，然后带动喉咙，对，对，哦，所以是有观察罗威纳还是杜宾这样子的，那不错，每个人都有在成长，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对手待会要来了，对啊，叶伟霆在这个项目最佳嗨歌王会不会是他夺走了冠军呢？稍待会马上回到现场。